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一个非常特别的食物，它可以跟上现在的时事哦，应该是最夯最夯的话题。支持店家的食物，支持店家的食物，嗯、对，觉得。其实呢，有些婆婆妈妈最喜欢加那种 Line 啊，还是什么 Facebook 啊，加了一堆群组，有没有？然后加完之后啊，里面就会开始有人 po 那种卖东西的。其实对于男人来讲，对于男人来讲，如果你是男人的话，一定要支持我，好不好？至少投我一票。以男人的角度来讲呢，这些社团呢、啊，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些商人。那我不能说商人错，其实商人卖东西非常好，商人卖东西也真的非常棒，因为我其实也喜欢买一些特别的东西，但是呢，这些老婆、这些妈妈们呢，就很喜欢在上面，然后看到一些比较新奇的东西，三不五时就点下来，而且我觉得那频率啊真的很高，加一加一加一有没有？对对对，加二，基本上呢，大概抛五篇呢，就会有至少加一个进来，所以你们就知道说我们家东西会有多少。那冰箱打开有没有？跟塞，而且现在我只要拿手机，妹妹就会说妈妈又要买什么？没有，现在妹妹是会直接帮你拿手机，然后拿给你，跟你说妈妈你去买东西。反正我们家的东西就是会常常出现一些像今天的东西啦，但是我这个不是在群组买的，所以还有别的管道。对，我是看新闻，然后看到哎、欸，觉得还不错，应该可以吃，然后又可以支持店家，然后又新奇，所以我就买回来开箱了。我差点把这一盆拿起来吃了。好，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介绍今天的食物。嗯，就是这个啦，泡芙之家。对，我买的不是泡芙。你买的不是泡芙，可是它上面写铝盒泡芙之家，这是他们的店名。实际上店我也没有去过。我这是用网络购物回来的。啊，都没有去过，你就可以把东西买回来。网络购物买回来。对啦，我们好像也是没有去过一些其他的地方，也是可以从别的地方买回来。对，然后它是好像三盒一组吧，我买六颗。三盒一组买六颗，可是我现在已经看到两盒了。对啊，就是三颗三颗这样吧。三颗一组啊。你刚才说三盒一组。哦，三颗一组，对。三颗一组。对啊，我买六颗。一颗其实蛮大的感觉呢，因为它这个大小其实蛮大哦，还有发票哦。以红豆面包来讲，这样单价是不是算蛮高的？我等一下看一下里面的 size， 我就可以来讲一下这个价格。其实我看到已经接近一半的小朋友跑光了，因为它有加运费啊，因为它是冷冻的，这是冷冻的。不管。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一样的口味啊，它就是一个口味哦，只有一个口味而已啊。我现在看到了，它上面有写到，哎，这个用看的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呢，用念的就有感觉了，因为它上面写陈时中红豆胖。陈时中名言，时中说，我们唯一的恐惧就是恐惧没有红豆胖吃。时中说，面对未来不用吓自己，来个红豆胖压压惊。时中说，世界没有选择台湾，面包没有选择红豆胖，就要自己承担。这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都要跟红豆胖扯上一点关系耶、欸？太夸张了，好不好？其实外观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质感是好像还蛮不错的。看他们网络上的图片。就是店家的装潢也是感觉不错，看整个图片来说哈，对，那店家是在台中，但是我们没有大老远就跑去那边买，想说我直接网路很方便嘛，直接买回来开箱。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来请老婆蛋来进行一个神圣的开箱吧。这不是蛋糕，这不是蛋糕，这看起来其实很像蛋糕，很像唱生日快乐。哎、欸。这个造型其实很可爱的造型，很可爱的造型。对，因为在新闻上面就有看到，他说是戴着口罩，戴着口罩。对，哦，所以他就是一个口罩的时钟，哎、欸，阿中红豆胖，阿中红豆胖，对，很可爱的。上面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呢？看起来像巧克力，白巧克力之类的东西，是不是？还是用摸起来是硬硬的，软软硬硬的，应该就只是一个面包的造型吧？这样算大颗吗？跟你想的大小？小颗，因为我觉得以我的印象当中，糖南瓜胖、红豆胖呢，大概就是 7-Eleven 的红豆胖，不然就是全家的红豆胖。嗯，因为他们的那个红豆面包就是应该至少有这个 1.5 倍大吧，再大一圈啊。对，应该再大一圈有 1.5 倍有啦，所以这个 size 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好好的品尝一下的。好好好。然后呢，今天老婆蛋还有特别准备的这个刀子的部分啊，就是他想要把它剖半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那个内馅。对，内馅的部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那个内馅到底怎么样。因为我刚才是从冷冻直接拿出来，没有退冰的状态，所以我刚才只是切了，
那稍微有一点硬硬的，怎么了？我要发问一下，那个老板有没有说他这个东西要出来退冰一阵子之后才可以吃？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因为我现在看里面的样子，他那个红豆是有点结霜的，还有结霜在上面，真的。我们拍的是搞笑版的红豆冰面包。对，等一下吃起来是红豆冰的口感，那个是红豆泥，有没有？然后去跟吉亚冰一样。不然我们再多聊一点，它就会融化了。是这样吗？我现在看着它的结霜，心里面是有一点。卡士达酱跟红豆冰都还弄着。红豆冰不是，你已经帮它加一个冰字了。那我刚才就是没有退冰的状态，所以我刚才切的时候有稍微用一点力，所以不小心把这个阿中红豆胖给捏受伤了，凹进去一点点。不过那是你的爱心指纹。那等一下这边就我吃啊。不过你那边我吃好了。没有，我吃我自己捏坏掉的啊，你切这个完美的。那是爱心指纹。完美的给你。我看一下好了。哇，真的有点冰欸，而且它其实整个红豆啊是有结霜的状态，所以有可能我们的冷冻比较冰，是不是？冷冻比较冰，应该是大家的冷冻应该都是冰的吧。因为我发现它的这个面包啊，其实它的孔洞啊是稍微大一点的，好像有些人说这样子的面包吃起来会比较松软一点。真的、哦？对，好像是啦。因为我发现它的这个面包的孔洞都非常的大，就跟我们一般在吃的面包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还是说我们太少切面包了，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结果我们在拍 B 落的时候，它红豆离家出走一颗。爆掉了。不过它这个红豆的量，我觉得蛮多的、欸。可是如果那卡士达其实如果是烤热状态的话，应该也算蛮多的吧？就是会稠稠的这样。对，而且我觉得它下面是有点会渗出来那种感觉，这个真的蛮期待它的味道。上面这一层啊，它不是，它真的不是那个白巧克力，不是巧克力，应该它不是巧克力，是一个面包的造型。它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面团弄上去呢，对，比较扎实一点，摸起来就比较扎实，没那么软。然后前面这应该是巧克力的，应该就是巧克力的，好不好？好啦，进入试吃阶段，我们先一起吃，然后再来讲一下心得好了。好。其实冰冰的感觉吃起来不错，红豆不到那个吉亚冰那种感觉啊，不到冰棒那种，就是你咬下去真的是需要出力的。我先吃它的面包，这单单它的面包我就觉得香香的。说实在的，因为我有看到价格，我刚才看到发票了，所以还是很想说，吃起来是真的蛮好吃的。但是老婆大人，你可以给我买镜头吗？这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它上面这一片是没有味道的，但是有一点点硬硬的口感。我先吃上面，因为其实我是在等它的 红豆稍微融化一下。但是它红豆里面有那种很大颗粒的红豆，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会嚼到那个有红豆的感觉，有红豆的那个口感。对，但可是因为现在这是比较冰的状态，所以那红豆咬下去啊，也是要怎么讲？因为红豆其实煮久了之后，它是会变成红豆泥嘛，然后变成那种刷刷的感觉，所以它现在吃起来就有点像你在吃那个红豆冰棒里面的那个。红豆的感觉，有一颗一颗的，对，有一颗一颗的，可是你把它咬下去也是那种刷刷的感觉，口感上来说我觉得还不错啦，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面包跟里面的面包，还有现在这个结冰的卡士达还有红豆呢，三个那种软硬度是不一样的层次，所以你一口如果像这样子把它咬下去之后啊，会有那种韧性比较大，软性 Q 度比较多，然后再来再硬一点的状态，这种。三四个口感，夏天蛮适合吃的，就有点像那个铜锣烧冰淇淋那种感觉，类似这种概念。对，对对对，但是吃到现在那个甜甜的感觉没有不知道是冰冰的，所以比较不会感觉那么甜。甜度整颗吃完，我完全都没有觉得到甜甜的。不知道是不是冷冻的时候会让甜被藏起来。煮绿豆汤的时候，我们加的糖的时候，热的时候喝会觉得有甜，可是拿去冰之后就会变得比较不甜了。真的吗？真的，热的会吃起来比较甜。哦，是这样啊。所以不知道它这个解冻跟没解冻有没有差别。如果说你们知道有差，就是味觉在冷冻跟热的时候这个反应啊会不一样的话。对，跟我们讲一下。真的。那今天这个面包呢，算是还蛮特殊的。来，感谢老婆大人特别买来为我的这一支影片，为我们的这一支影片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题材。然后呢，也希望说可以借由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对。
待在家 ，stay home， 待在家，好不好？其实最近就是也可以支持一下像这种店家，他们为了就是可能这样子会做一点点影响，然后想出这样子的 idea，、嗯、然后我们网络购物也不用出门，然后就这样买回来，然后品尝一下、嗯，泡个咖啡，泡个茶，嗯，对，然后支持店家，让大家可以一直这样下去有工作，对，可以不用减薪，也希望啦，大家就是真的最近虽然说这个刚好追上一个疫情的话题，嗯、但是呢也希望说大家可以。都拥有一个健康，因为健康是最难得、嗯、最难能可贵的、嗯、然后都待在家里面，如果真的外出的话就是照着现在的指示，室内 1.5 公尺，室外1公尺，然后尽量都戴口罩了，像我们现在出门基本上都戴口罩，对，好不好，我们现在出门都是会戴口罩的、嗯、那我们蛮幸运的，因为我们现在在拍影片，虽然说我们只要透过吃喝啦或玩玩游戏就可以有一点点微薄的收入，但是呢这个最幸运的地方就是我们比较不用出去外面跟人家挤一些交通工具啦，或者是说要去跟很多人群做一个强迫性的接触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今天在看影片的你呢是比较辛苦一点的，也希望说真的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口罩戴上，勤洗手，好不好？那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交距离，让我们呢一起战胜疫情，嗯，好不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喜欢我们的影片呢，记得在下面留言、按赞。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拜拜。